下一个作品是难眠的夜晚。喂，王浩，我要去大学报到了，明天就走了。啊，明天就走啊？那你一路顺风。我中午坐船走，你不来码头送送我呀？哎，我就不送你了，我送你干嘛呀？咱班就你一个人没考上大学，其他同学都报到去了，你又没事儿。我有事儿，我明天我就发烧了。那行吧，你复读好好努力啊。哎呀，我知道了。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。哎呀，每次总是说这句行了。王浩，其实从小……哎呀，我知道，其实从小你就特烦我嘛。没事，明天你就报到了，你会认识更多的好朋友的。我不烦你了啊，我困了，我再见。明天他就大学报到了，过两天我高四也报到了，同学们都上大学了，只有你们俩陪着我。他们是大学生，我还是一个高中。哎，对呀。我是一个高中生啊，我正青春啊。对，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睡觉，好好读书，不想他，睡觉，都不想他。唱，唱听麦，古道边。这不上眼药呢吗？这不。哎，你干嘛呢？大哥，我表白呢。你表白，你唱送别啊？我就会了一首。你走开！你个小学生那么凶呢？我不是凶，我是高中生，我本来是大学生了，我。我好好睡觉，好好读书。清醒了，更想他了，不想睡觉。小曾，小曾，我在。给我播一个浪漫点的音乐吧。好的。哎，停！这歌还有这么暧昧的版本吗？你给我放个白噪音吧。好的。
哇，是大海啊，真漂亮。如果我能去海边送送他的话，也挺好的。不是你们两个玩偶怎么活了？谁是玩偶？我是大黑胡子乌贼，我是王八独子海龟。噔噔，这是我们的船乌拉龟号。小子，把你最珍贵的东西交出来。我这来的也匆忙啊。我们哎不是哎我把这个给你吧。黑镯子啊？那不是黑镯子，那是我戴了15年的五彩绳。大哥，这就是五彩斑斓的黑。都盘包浆了，快扔了。还有什么珍贵的东西交出来。我没有什么珍贵的。哎别交出来。哎别交出来。交出来。行了、我知道你们要什么。你干什么呢？这是我的初吻，很珍贵的。那也是我的初吻。打他！哎别打别打！哎你别咬我后脑海了。哎行了，你们搜，我真没什么东西了。拿了这哟。什么呀？哎，王浩同学，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。你喜欢高尔基？我不喜欢高尔基。高尔基喜欢你。高尔基为什么喜欢我呀？那这是什么？那是一同学写给我的第一张纸条。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我还给他回了一张呢。放学一起去吃炸鸡。你喜欢他？我不喜欢他。那没用的纸条就扔了吧。哎别扔啊！你干什么呀你们俩？大哥，他跳得好深啊。不啊二弟，他是爱得好深啊。哎呀我的初吻。都给我弄湿了。你喜欢高尔基？我不喜欢高尔基。哎什么玩意儿，挺大个脸。你干嘛呀？偷看我纸条干嘛呀？嗨，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呀、我也有。放学一起去吃炸鸡。哎，等会儿，那纸条哪儿来的？啊，我捡的。你在哪儿捡的？我在一个师妹的笔袋里捡的。那你不就是偷的吗？我觉得他是给我写的呀。哎呀，这有点自作多情啊。我也给他回了一个。这有点自作主张了。哎，这就自作。出来一个横幅啊！我喜欢你。哎呀，行，有点太直白了。哦 ，I love you。这不更直白吗？你很了解他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他不喜欢你这么鲁莽。哦，那他喜欢什么样的？他喜欢勇敢的。这二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？这二者之间的区别就是，哎，我要找他表白去。哎，这种行为就叫鲁莽。那什么是勇敢呢？勇敢就是，你喜欢他，但是你不跟他说。哇，那你好勇敢。哎，这叫什么话？我去鲁莽了。哎，你上哪儿鲁莽去？你别抓着我呀！不是，你听我说，你别抓着我呀！你不了解我。哎，放开我！你为什么阻止我去找他呀？你为什么要跟他表白啊？我不跟他表白，别人就会跟他表白。他在大学这么招人喜欢吗？他可太抢手了。我爱你，哎，我要跟你在一起。你别去啊！你别去，你我别去啊！什么味道这么咸？是我的眼泪吗？嗨，欢迎来到深海酒吧。是海水啊。哎，你这个高中生能进酒吧吗？
虽然我是个高中生，但是我已经20岁了。好，欢迎光临，里边请。李丽，老板，来一份刺身。没有刺身。老板，给我来个刺青。不会刺青。老板，给我来个刺猬。不玩乐队。老板，我后背刺呢。滚！不是你这酒吧什么也不提供，你开它干嘛呀？哦，我们这个酒吧是忘忧酒吧，今天是单身主题。祝我们单身快乐！哎，你们都为什么单身呢？因为我的嘴太硬了，不承认我喜欢他，所以错过了他。因为他走的那天我没有去送他，所以错过了他。因为我不喜欢高尔基。你呢？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不是单身，但是你们猜怎么着，这么巧我集合了你们所有的缺点。你活该。活该。对，老板，给我来一份糖醋还有剁椒。等你等会儿，作为一条鱼你要这些东西很危险。OK， 准备去喽。我不活了，我要爆炒自己，生腌自己，红烧自己。你先别红烧了，你为什么要把自己做了呀？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啊。有故事。哇，你们好八卦呀。什么故事？我们在一个池塘里一起生活了12年，我们约定要一起跃龙门，看看更广阔的世界。 and 可是他跳过去了，我没有。那你不至于把自己做了吧？他不会明白我的心的，我们不是一个海里的鱼了。哎呀，大海这么大，想见总能见到的吗？可是我胆小，我害怕他拒绝我。哎呀，这鱼鳞刮到我了。但是总比你憋在肚子里一辈子强吧。要记住啊，你们俩不要做红烧鱼头，你们俩要做情侣。情侣。哦，你说的对，如果我不迈出那一步，就永远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。你说的才对啊，不迈出那一步，永远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。我要去找他，我要去找他，小鲨鱼。你先等会儿。他是什么物种？小鲨鱼。那你注意安全啊。为什么？因为爱情是一种很危险的东西，在你这儿格外危险啊。好了，各位，这儿离陆地有多远？30海里。30海里，明天中午之前我能游上去吗？你要干嘛？我要去找他。你游不上去的。狂妄的海洋生物啊，太低估人类的运动能力了。再见了，各位，我走了。他沉下去了。哎呀，果然啊，人类在大自然面前一文不值。哎，那个，不如你们帮我一下好吗？帮我一下。帮帮他。迈出这一步的话，永远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样，还来得及。我去找他。
你不是发烧不来送我吗？啊，我康复了。然后他们想来送你。这不是咱俩一块抓的娃娃吗？啊，对啊。那送完了，我上船了。我有话对你说。我也有话对你说。那你先说。你先说。啊，我想说，你等我。其实我也是从小。